下一个。哦哦，三二一。偶然，你那天空里的偶然。哦哦哦，哒滴哒滴哒，你哒滴哒。哦，哎，我来，喝完了得下去了吧？请麻烦请下去。你是不是听过这首歌？没有，我不唱你这个。谁唱你那玩意儿？美声还都上来。哦哦哦，情话多着一点，情话多着一点。哎，对啊，可以啊，然后可以。你唱错了，这不算。你唱错词了，但是有的。对呀、啊。Oh baby， 情话多着一点。唱完了，唱完了。你说的是哦哦哦，情话多。哦哦哦，情话多着一点。你唱错了，不唱错了，你唱错了。来、哎、喷我吧，来喷。算凯哥吧，算凯哥。嗯、哎，对呀、啊，我就找个 baby 吗？对呀、啊，对呀、啊，你们 baby， 你们 baby。哦，好了，下一个词，粉。哦。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没有，没有粉。你接着唱，你接着唱。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你看有些歌词跟歌名一点关系没有。哪有浪漫的一个你 ？OK， 我一个分手的回忆。终于唱到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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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酝酿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你这歌太这歌啊！什么菜？好，量词。叫，嗯，叫叫花鸡，叫叫叫叫叫叫二一叫大花叫大花叫。爸爸的爸爸叫什么？儿歌也是歌。这经典说唱作品，回答正确。谁老跟这儿歌组织在一块儿？爸爸的妈妈。量词。菊花开满地上，你的影子纹身。回答正确。量词。鸡鸡，就在鸡里画一个叉。量词。可。可能。可惜不是你看一下三分、这为什么但你太慢了喷一下三分三分、喷就喷吧那你再喷一下可以再给我三分吗不可以我说算分不是三分哦我这是三分好量词乐三二一上三二一上不刹不住车，刹不住车，拜年了。你好，你好，哥哥你来吧，你好。不要让他们先吧，我们要到了。我要快乐，我要能想睡得安稳。好，下一个字，量词。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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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呗呗呗呗，这个不行吧，哥？叽叽叽叽呗。三二一，上。这啥？叽叽叽叽呗呗。我刚才说的，我刚才说的。这可以啊，这大家都知道啊。完了，我说的时候，他们说这能算吗？完，你们上来算。算算算，这肯定可以啊，跟刚才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差不多，音同。来，亮子，去上上你上，不是不是不是你上上上，你是卡住了吗？去，站上来三秒钟不上我就喷了。不是，等一下，去去，我要展翅高飞。对对对对，展翅高飞，展翅高飞。有这首歌吧？有啊，你们怎么不知道这歌？这歌超红的。是吗？展翅高飞。我要展翅高飞。唱了对不对、我感觉一样是托儿我现在都给你唱我要展翅高飞我要与你相随我们不怨不悔没有这歌没有这歌有有不然怎么可能一起唱出来的你们搜一下我要展翅高飞
那句是有的，但越唱越没有了。不是，那潘玮柏刚发的歌啊，还没发行啊。现场创作还蛮押韵的啊、哦。就算他有吧，因为只唱了第一句嘛。量词。啊，你们抢吧。你怎么了？你们干嘛呢？鲁冰花怎么唱？妈妈呀，鲁冰花。鲁冰花。前面那怎么唱呢？来，你等会儿来，你会吗？我会啊。你唱，完整的一句。啊爷爷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还真让他唱对了。这都是知识点呐。糖。三二一，抢答开始。糖，我不会，你推我上干啥去？糖，什么什么棒棒糖？冰糖葫芦哎！快快来，都说冰糖葫芦儿酸。哎呦，还干不过你们岁数了啊！我确实不会唱，我记不住所有歌词，所以我就不敢唱。葫芦还真是葫芦。我是壁虎，等待蚊子，你是蝴蝶，姐妹。哇，这是逼着唱自己歌了。壁虎漫步。哦。下一个词啊！小戴开始，冲吧！唱。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回答正确。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还带方言呢。一上啊！一心一意上啊！上啊！一喷他三二一一呀更啊里呀啊！不是你唱错。他不对劲，他怎么老整这一呀一呀的？啥歌？月牙五更，咿呀更啊里呀啊，月牙没出来。民间小调啊，他老整相声词。是的，而且他老拿年代歌来蒙我。我们还有自创，都把你蒙住了，你拿不住。再自然唱。大大大大，哎，你会吗？你唱。他一直在抢。他抢？不知道啊。他一直在抢。我一直在抢。三二，风大雨大太阳大。啊有。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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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啦哒。啊，可以可以。面。不如见一面。可以。而且你看我们唱的还好听啊。尊，抢答开始。派派先抢到了麦。他先唱。我是真的爱你，不是这么唱的，是啥歌？这不是我会展翅高飞的调吗？我要展翅高飞。我是真的爱你。算了吧，你们会吗？不会，我要接了，我要接了。你最珍贵，哎呀，东京西哥。不会一起唱，你最珍贵。哎呀，谢了。哇，春晚的伴舞。哎呀，信念感好强。哦。有点干了。
我是玫瑰花。我们再欢迎一下这一站我们如花似玉的新朋友金晨、怡阳，欢迎。本期节目录制前，我们在微博发起了青春环游记。怎么我就不欢迎呢？对，主要是你刚听到如花似玉，没觉得有你哈。如花似玉的新朋友金晨、于洋，假如再读一遍，欢迎我们这一站如花似玉的新朋友金晨、于洋。于洋真有说到你名儿，你是似玉。哦，我这个一般人来不了。我做的动作你们来不了，嗯、一般男孩来不了。哦，点点，开始了吗？结束了吗？我是啥呢？这个手过来，完了这个胳膊肘能过，完了套脑袋上。现在这个花让我套不上。一个口述的节目哈。我给你们跪了，我实在是来不了了。你把这个外套脱一下，穿 T 可以。脱了以后穿老难了。真诚啊，真诚啊，试一下，试一下啊！哇，哇，哇！啊，说哦，这样的，我们来不了了，你来吧。然后套进去。真的吗？这是。哎呀！哎呀！哇哇！等一下，等一下，你脸有问题了。我重来。我看出来了。手不能松开哈，你手不能松开啊。对。等会儿，别动。苏醒了，你给我下，你给我下，你手就是不能松开，你每次到后面都松开，你有点意思。今天确实演砸了，这头发做的也有点大，下不去，那个胶色，假发片太多了，他衣服白脱了，给我穿上来。行吧，脸脸可以了，你的名次出来了，第六名，他表演结束了。一麦，花谢了。脸脸先吃吧，啊。主要是都没完成，别着急，来继续走。汪汪，奥利桑反冲浪，奥利桑反啥意思？就是徐明浩的浩，杨迪的迪，阿萨的萨，然后刘宪华的华跟我的反，怎么喊？叫浩迪萨华反，奥利桑反，奥利桑反，好，奥利桑反。来，于洋哥，泳圈，错。要饭。王子要打吗？啊，浩迪上饭。啊，我们喊的。啊，泳裤。答对。刘金晨。泳裤。为什么是泳裤啊？因为它一直贴在他身上不动。对。好厉害呀、啊。妈，这也太难了，泳裤太牛了。哦，原来他是有脑子的。我有，这是真的。他看起来没有。哦。好，来下一题。好了，嗡嗡嗡。好，第三伙伴，手提包。答对。哇，两个都有脑子啊，都有脑子啊。怎么我怎么就没脑子？你快点伞，别动啊！一声没吱啊，一声没吱。好，你拉我。海王。答对。海王。Yes。三成，对不对？我是牛肉，对吧？就知道这个，你猜得快。大家也本能，好厉害！就看看两个表演艺术家的表演吧。救命！这都是票房的承担者。杨老师，先来抽一下你们的拟声词。啊？什么？不能换？什么？我没听过这什么动物？孔雀叫咋叫啊？我们有孔雀叫的声音，来放一下。
跟乌鸦差不多。感谢节目组让我听到了孔雀声音。啊！请出题。红眼泪。这样。我来制裁他。好，开始啊，拉帘。哎，你敢不敢让 Harry 打？哎，不能这样。快快猜，快！哎呀，哎，打不行。来演没事儿。啊！这什么鸟？鸟？飞鸟？好几三块，好几三块。刘维贤，你说吧，我帮你抢到了。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错。不对。好几三块。哎啊，迪哥，迪哥，是那个木头的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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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啊，好几三块，啄木鸟啄树。错了一个字。啊，好几三块半。黄队。啄木鸟，啄木，啄木，错。哎，这边，这边来，这这这这这，啄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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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三个版本，啄木鸟，啄虫，啄木鸟，啄虫。哦，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哎呀，不是，哎、没事没事 ，yes。这个这就是两个票，你看我们就是一个厉害。这就是两个票房担当的这个，就是演技，就是小虫他勾你心，就是花花的。你们哎，刘维，碎嘴子气质呢？你演的一般，你演的一般。哇，杀人诛心啊！但没办法，我戏就不断。嗯，来，好，可以。来，开点！啊啊啊啊！四个。哇！哇！哦！啊！哦！哦！啊！那个乌鸦投食，然后让水出来，那个叫啥来着？好，第三碗饭，乌鸦喝水。哎！哦，迪哥。乌鸦喝水，回答正确，回答正确，还没。你让我就不得胆结石啊！这家伙嘴叼石头。来下一题。我这咋演呢？哎，这有点难啊！怎么单个单个拆？行，好了，来。啊。四个字啊！哦，好，第三碗粉，明浩，沉鱼落雁，沉鱼落雁，恭喜答对！哎呦，哇，你有鱼有雁啊！哇哇，谁才对的？弟弟呀，有点文化水平啊，有。不光是光会那个啊！启动了。来下一题。最后一题。好，可以。这咋演呢？最经典的桥段来试试。哇！大阵仗，又是大阵仗。哇哇！破坏了我们的剧情。哦、oh, 那个你知道吗？那我就坐这儿。喂，没有，我没说几个字呢。啊啊啊啊啊啊！六个。好的，老板。好的，老板。好的，三块板。好的，老板。黄子。啊，掀起你的盖头来。答错。这边，这边来，这。好的，老板。好几张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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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磅礴蝴蝶秋香，磅礴蝴蝶秋香。哦，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哇，天哪！
这个演的挺好，这个演的挺好啊，很好很好，你猜对了就好。孔雀东南飞，错，你演的一般，这个演的挺好。你是评委呀、啊？你是评委呀、啊？这是个喜剧节目啊。这边审片的，谢华，你现在是好像审片呢，你在这儿。那边是评委，这边审片。走走走吧，加油，家人们，靠你们了！一会儿三二一，我啪，我横住两边一拉。亨瑞，你跟他打，亨瑞，你把他控制住。他要弄我，来，好，来。导航，啊，导航，空乘，空乘，好的，三碗饭，三碗饭是两个字吗？推销，好的，三碗饭，空姐，对，哎呀，但是我又不知道，但不一定能。你看，我们就是一个好队，空乘。好，来下一题。好，来。好了。啊啊啊啊！这哪去什么死皮啊？好几三碗饭。削苹果皮，错。北京烤鸭，答对。哇，这么牛！同样是穿黄色衣服的你就厉害。哇，第一次、哦！哎，你这牛，你这有点厉害。第一次哦，主要是我没有看到整只鸭在那边片下来，吓死我了。我以为是什么刺身，我说活吃在那边，然后这边现片活的，我以为生鱼片。好，来下一题。走了是吗？收工了，人家拍戏了，回组了。快点儿！对，好，开始。啊啊！三个。三个脚，好的，三碗饭，好的，三碗饭，三脚架，啊，照相机，皇子答对了，三脚架，他答对了，三脚架，这是个啥？架吗？三脚架，你答对了呀，对呀、啊，那我不争了，谢谢你，我们一对了。你要不要坐过去？你这样真的会以为你们是两队。主要这是个啥？我以为两人一块演叶问。迪哥，那个位置换一下吧。他俩一直在抢答，他们内部。谁俩？啊，你在跟你们的人抢啊？还说我答的。好，来下一题。这是啥的表情？又很难吗？行，他们两个在干嘛？这就是票房的。备开始。啊啊啊啊！好几张板。嗯。好几张板。闻鸡起舞。闻鸡起舞。回答正确。哎。啊，行啊，你是闻着了还是看着了？你是不是看了？你看了吧？因为刚才关帘的时候他太大声了，说闻鸡起舞，闻鸡起舞。
我眼睛，你闻闻，关酒。那这真是，我没偷看，是他们自己偷题。你们看题就看题，别读，自己还在那笑。谁说的？谁说的？俩谁说的？这还分不清楚一男一女的声音，我听不清，啥意思？精神的声线跟我一样啊？都挺阳刚，反正。啊，有脑子啊！当然，哇，他俩穿的就很像窗帘。现在，哇，哎呦，好，我的妈！他们两个在干嘛？等一下，咱俩去。哇！哎，咱走吧，他们自己单独录一个吧。他们这我们户外综艺，他进棚了呢，怎么还？你懂吗？你可以不用抱那些玩意儿。我知道，我这不想挡一下。挡哪儿啊？挡肚子吗？对呀、啊。挡肚子。你还有你要有肚子，你还有肚子要挡。那脸哥那是啥？你那肚子摊在那儿，网友为啥？你看到网友评论？你知道为啥吗？里面是泥是吗？不是，它里面是个防水的那个潜水服。哦，就它就把一下把你箍住了，你知道吧？然后那个 T 恤沾上水以后，它就会发了，对，呼到那个身上，就所以说，然后里面还有那个麦袋什么的，就会显得就非常大哈，要不然也不小。金晨之前跟 Henry 合作，跟这次看他有什么变化吗？嗯，不认识他。你俩上次合作是哪个合作来着？好早以前。戏，不是综艺。哦，对对对对对，是花样，是不是？怎么？公开吗？公开吗？公开吗？你是我三舅的关系，就这样被大家知道。啊，三舅，这是个秘密。嗯 ，Henry 还是没怎么变。你，我想说变没了。是吗？你长小了，你也长小了，谢谢。你俩逆生长了，好，好久不见了，你好。你们俩怎么回事呢？突如其来的官方。我们要不要加个微信？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可以可以。你俩没有微信？超过五年不联系的都删除了。自动清哈。我的妈！你必须一个猛踢了。他竟然打你！哇，好认真的打哦。张嘴。大家的运气非常好，因为每年的七八月是吃菌子最好的时节。来吧。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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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对，最毒的在于安老师和金晨面前。什么？最毒的。最毒的。最毒的那个，他就是剑手青，就一切是绿色的啊。好，李老板，好，绿队，我们先来的。我不会啊，会吧？你会点谢谢。我想吃鸡了，我想吃鸡。还有几道题啊？金晨，山泉水也行。不行。我想吃点肉。他们都是一组，咱俩我们是一组啊。是啊，但是山泉水我不是太想吃。一个，这不跳一段，来三二一，哦哦。刘维最爱。现在不爱了。真，阿华就走，阿华就走。啥玩意都不知咋对了，妹妹妹妹妹妹，只是在那个热闹一下，你还在答，哎呀，给人都打魔怔了，真是。哎，那剑手青还是别闻了啊。真的看见。男人是越挣扎多少黑夜。来，哥先说歌名，或者再说我把传说神话，多少黑夜挣扎，寂寞双手让我和你
再也不分离。离合分明。神话。神话。坐下来，请坐。啊？永远的神话。永远的神话。词儿对了，怎么？啊！唱这么多。美丽的神话。啊！美丽的神话。啊！有好的小伙伴，美丽的神话。对对对对对。那你再把词唱一遍。你把刚才那个剪进去。不行。哪句来着？他忘了。忘了。多少黑夜挣扎，寂寞双手让我和你再也不离分。好，这一句的前两个字确认一下。哪两个？什么双手？你说，你说。啊？你的？什么双手？三。我们不跟你犟。二。今后我想吃鸡。下一个。让我和你再有一次。景墨，刚说的是寂寞。我们就是他就是啥台词没练好，今天饿了，嘴抽抽了。他说的就是景墨。他说的就是寂寞，说的就是寂寞。这个剑手青离我太近了，可能是我有点剑手青给人都弄晕了，闻都闻不得。危险袭来。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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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那个美丽的神话，美不是那个美丽的神话，以前的翅膀，隐形的翅膀，隐形的翅膀，答对，美丽的神话，美丽的神话，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我的梦不再徘徊，好你再来，好你再来。我们彼此都保护着今天的爱，不管明天风雨再不再来。给陈姐手绑起来，她绝对唱不出来。今天的爱，不管明天风雨再。被他们唱的，我都不知道正确的在哪儿去了。奥利桑吧，来，林俊杰的奥利桑吧，林俊杰的奥利桑吧。你不告我林俊杰的吗？我没说是林俊杰的。他告我林俊杰的，没有。好，你走吧。好，你走。谁的歌？我就是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也唱啊。说实话，我最想尝一口山泉水。哎。是吗？我也想尝山泉水。其实啥味儿啊？泉水的味道。我尝尝嘛。不行，我们山泉水不要尝。我给你尝尝这个，我不尝，我不尝，我不要，也挺保护的，挺好。哎呀，哎呀，这个可是来之不易啊，一分得的。你尝尝尝尝，我少尝点就行了，因为我很好奇，没味儿的汤是啥味儿？有味儿，泉水的味道。喝，真的不好喝。不是你们这个就是那个洗菇的水，洗菇的水。你为啥？洗菇的水烧开了，这有啥好喝的？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没有对比，我们就喝这个就挺好喝。不，你尝尝我的，你们真的，我给你尝一口，把你给倒了吧，倒花盆里，你那也能浇花。苏大厨，我山泉水尝了，啊，就是洗蘑菇的水的味道。你怎么知道？他说啥？你怎么知道？你确认了？别乱讲，真的是这样。你快吃，你把碗给我，我你上来尝。弟弟，哪个？我不喝，给金晨老师来一碗。没事，哥，他也喝不着。就是弟弟，就是薛微给哥。薛微哈，没问题。薛微给哥，给我哥薛微整点，来那么一点，必须的。哥给你抱拳了，没问题，抱拳了。哎，就怕他那个回去还有得喝。
弟弟，说实话，好弟弟，好弟弟。好了好了，你回海城，你看我咋照顾你的？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回海城我照顾你，海城我家，他照顾我。你在哪儿呢，花？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我也是。小熊。你也是个小孩，谢谢。你有什么幸福的事儿啊？抱一下吧。Hello。我有很幸福，就是我觉得我有个很好看的女朋友，我很开心。在哪儿呢？让我看一眼。她在上海，没有来找我。有照片没有？让我看一眼。哇，好漂亮！祝你们俩幸福，好不好？谢谢，谢谢。我就从那个网里面瞄了他一眼，能看出来他从眼睛里面，从他的笑容上是带着满满的幸福。我觉得这是得到了爱情真正的一种归宿。